很多小伙伴都好奇，我家的口罩啊、排插啊、路由器，甚至垃圾桶是怎么上墙的？多亏了这个子母挂钩，母扣挂在墙上，子扣贴在物体的背面，这样就可以上墙啦。而且粘性非常的牢固，不仅节省时间，打扫卫生也非常的方便。